三百 B 一至三百 B 喎，出到咁嘅。冇錯，就係咁嘅。啊，呢個係完全我諗都出乎意料嘅。出乎即係咁嘅音壓啊嘛，冇錯，係咯。因為我三百 B 出到咁嘅鼓聲，咁啊係啊，好難㗎，係好難㗎。因為你聽到佢近打個鼓聲嗰下咧，嗰個十度咧，同埋即係個。咁今日大家聽西電，其實西電咧一百五十三年前西電成立嘅，佢由佢好大部分時間咧都係 AT&T 嘅子公司。大家知 AT&T 係美國嗰啲電話公司同埋 Bell 啊貝爾嚇，雙目仔友，係啦，因為咧其實西電啊乜嘢咧全部做電話嘅。因為電話喺美國係一個好大嘅生意，佢係一個專利嗰個時電話係專利嘅，錢多到不得了。咁有錢咧就有人才嘅啦，係咪？於是咧佢好多工程師都好叻嘅啲工程師咧去曬佢嗰度，佢就淨係喺芝加哥外圍一個所謂嘅工廠區嘅個地方咧，就差唔多一個屯門咁大，好大嘅好多間好多個建築物。有自己的消防局，有自己的發電，有自己的醫院，有自己的學校，好犀利，45,000人，淨係同西電做嘢。你諗下嗰間即係咁大嗰個企業，都係好多人才。但係嗰時1930幾年咧，美國啱啱先荷里活出現，咁啊由麥片去到有聲電影，有電影就自然有戲院㗎啦，係咪先？好啦，嗰時冇嗰啲幾百瓦擴音機喎，最大嘅擴音機都係咩？咪打音機幾瓦？幾瓦成千人嘅戲院，咁點搞咧？大豪閣咯，好大個看，幾瓦已經成間戲院拆天都得嚇。所以依啲個所謂啲人話西電器材、西電喇叭、西電擴音機，全部係以前為戲院做嘅。西電先係做俾啲戲院，跟住夢牆啊，咪先由個擴音機哇圍好遠，成幾里路收翻曬出嚟之後，跟住又剪嚟賣俾啲發燒友。但係問題咧？佢嗰時嘅質素係好正，不論擴音機啊，不論喇叭嗰啲，又高效率啦，又好聲，所以到而家係神話嚟嘅。如果你而家有一大扎嗰啲西電機，你啊真係要好有錢先得，有錢都未必有機會買到嘅，係好鬼勁。咁咧呢個三百 B， 大家都知啊，西電嘅傳奇嘅膽，第一次面世係1938年，主力咧初出嚟為咩咧？唔係為音響噶，嗰時冇人為音響做膽嘅。做電話放大，三百 B 咧就為依樣嘢嚟做嘅。到80年代咧，啲發燒友發覺，哇！原來三百 B 可以做音響膽，好鬼好聲喎，又話濃啦、甜美啦，音響又嗰啲音樂性高啦。當然啦，你有膽咧，就有人做機噶啦，係咪先？咁啊，啲人咧就做三百 B 機。咁啊，1988年咧，西電咧正式嘅廠咧就出最後一批三百 B， 跟住就冇啦，就間廠都接咗啦。咁後來到1992、1995年，咁就而家西電嗰個老闆咧 ，Charles Reiner 咧，佢就同 AT&T 傾掂數，買曬西電個版權，做膽啦，做器材啦，買曬佢嗰啲原裝嗰啲圖紙啊，即係話膽點做法啊，啲一張張積咧，同埋用埋佢商標，呢個最緊要嘅係正式西電買俾佢，即係佢又擁有曬西電嘅製造權同埋擁有權。咁啊，1997年出第一批復刻嘅西電膽，到2007年咧就出埋最後一批，跟住又停咗啦。啲人話唔知點解佢銷聲匿跡咗10幾年，而10幾年原來阿威納咧同美國國防部做膽，佢去咗收埋喺邊咧，佢同國防部嗰邊專係幫佢做嘢，所以咧就冇做自己嘅嘢。後來到2017年咧，17年到啦，係咪啊？係17年。17年咧，佢就去翻。羅斯威爾佢喺度開翻間大嘅西電廠，攞翻曬以前做西電膽啲機器，再加咗而家新啲機器，就重新再做過呢個三百 B。所以第一批三百 B 咧係2020年第一批西電膽，啱啱疫情嗰陣時嚇正式出新呢批靚過舊嗰批。點解？因為而家新嗰批用咗啲靚嘅物料，佢用石墨烯嚟做嗰個塗層。石墨烯咧，而家係全世界暫時世界最薄嘅一個元素，一粒碳原子嘅厚度就係佢嘅厚度啦。冇人有噶，呢個好薄，導熱快，即係導熱最好，傳電最好。咁於是咧，同埋咧，
真空管最緊要咩？真空管啊嘛，係真空噶嘛。但係金屬咧，本身係會有氣體喺裏邊嘅。大家如果你知嘅物理就知啦。雖然你睇一譬如一嚿鐵、一個鋁咁，其實咧有氣體喺裏邊嘅。佢慢慢隨住年月日咧，慢慢放出嚟嘅。於是咧，你真空咧，慢慢就變得冇咁真空，有啲氣走出嚟。但係石墨烯咧就幫你冚咗佢，即係同你揾塊膠膜咁封咗佢，啲氣走唔到出嚟。於是佢真空度咧係好過曬你而家嘅，你而家即係以前任何一款嘅真空管。所以咧呢只管我聽咁耐啦，最以前1938嗰啲冇得講啦，呢個唔識，我亦都冇機會買得到。但係如果係新嗰批復刻同呢批復刻，呢批係最靚嘅，但係以前嗰批咁咧，呢個機咧就設計咗5年，亦都出啦。有個獨特嘅線路，大家知道西電膽咧係得7至8瓦啫，係咪一隻？佢呢個新線路咧可以去到20瓦。第二咧，佢有內置嘅 MMMC 放大。第三，佢仲有藍牙啊！依啲嘢真係啊，你現代先有噶啦。即係歐佩牛咧，可以拆咗呢個蓋，而家8鈎嘅。如果你4鈎咧，16鈎咧可以掹出嚟就換落去。呢個係佢個全新設計嚟嘅。咁啊，聲係點咧？就大家留翻俾大家聽啦，係嘛？今日咧就分兩個部分。第一部分咧，我請阿馮哥啦，我老友啊。馮哥最出名係咩咧？就最多頭版 LP。你頭版 LP 而家咧有錢都買唔到嘅。咁下部分咧就我同大家做咧，就為大家播玻璃 CD 嚇。咁啊，希望 CD 同埋黑膠大家聽過啊。咁啊好啦，阿馮哥你開始先。天才小提琴家 Michael Rabin 揀嚟呢一首咧，就叫做《沉思》啊，馬西內嘅《沉思》Meditation。喺粵語片年代，大家有冇聽講過一套戲叫做《可憐天下父母心》？張活遊同白燕即係大家夫妻牛衣對泣嘅時候咧，喺最慘情嗰一刻嘅情緒嘅時候咧，就係用呢一段音樂嚟到做襯托噶啦。咁我當年咧未認識古典音樂嘅時候咧，我都係聽呢一隻其中一隻長大嘅，我哋大家嚟聽聽。好啦，咁靚嘅300B，咁唔聽啲弦樂，梗係嘥咗佢啦。咁我自己就收埋咗一張咧，大家好熟悉嘅四季古董。我呢張係古董嚟嘅，即係飛利浦當年60年代初嘅時候咧，我已經揾咗3-4張咧，就終於揾到一張咧，
冇俾人唱花到嘅，咁呢個就非常之珍貴嘅。當年嗰啲唱片咧係好精緻嘅，佢係軟皮蛇嚟嘅，咁係有曬所有嘅樂器介紹啦。哇！又好添，甚至乎咧就話俾你聽，強調咗邊一段應該係點樣拉啦。咁我哋第一攞落針咧，就聽一聽春天究竟佢嗰個炸弦樂咧，嗰、那個音色咧喺一個咁靚嘅300B 嗰度咧出咩效果？黑膠環節咧就完咗啦，啊你最遲咗，最幸福啊你啦，因為而家你聽玻璃 CD 啦。嗱，咁啊由即管俾你揀啦，你想聽古典流行？古典，聽唔聽貝多芬？好。玻璃 CD 喺幾年前咧第一次全世界出正式商品，因為第一次出玻璃 CD 嗰時咧係間公司咧出隻雜錦。即係話出嚟探下個市場。呢個貝多芬咧，依只咧係正式咧日本咧同DG 買咗卡拉揚指揮柏林愛樂1963年嗰個貝多芬第九交響曲，嗰時係20萬 yen。你依家今日香港有啲 yen 就平啦，六蚊都六蚊咗啦，係咪？嗰時八寸16000。嗰時我未擁有過，都依只係我人生第一隻嘅玻璃 CD， 肯定要聽好耐都覺得冇走雞咁，呢只係啊。結果買完之後大鑊啦，而家買好多隻，但係呢只咧係嗰時係最貴嘅，同埋嗰時出咗300隻，全世界冇咗㗎啦。因為到而家係咪好似冇乜聽過大動態嘅嘢？係咪我就咗隻膽咧？唔係，係得嘅。而家特登俾大家聽，一隻300B，一個聽落去出到咩聲？你哋每年都音響展嘅係咪？而家我做緊個 mastering， 而家做緊隻碟，今年已經揀好曬歌，預備全速進行㗎啦。咁呢一隻咧係西班牙嘅法蘭明哥，知唔知法蘭明哥啊？抌台啊，拍手啊，彈吉他嗰啲。咁呢個咧就比較特別啲，呢個係 JVC 嘅版本嚟嘅，個皮係咁樣樣嘅。睇先，係個皮咁樣樣嘅。今年會製喺我音響技術嗰個原音精選2022年嗰度嚇。
聽唔聽啊？個現場感咧，個音場咧就好靚，音像都好靚。講咧，如果你話以300B頭先即係我聽開棒嗰個 4P 咧，我覺得啊，即係佢已經做到功夫噶啦。啊，咁會唔會更好啲咧？咁啊，可能呢部係新機啊。係啊，又佢話最佳狀態可能都要成200-300個鐘。我覺得我因為你不是用211嘛，211就不同，211要求高一點，但你自己覺得整體覺得很好，是啊，音場啊，還有那些，有個小這個位置，那個音場是沒錯，應該更近的聽那個呢，是啊，剛才最後一套，那首歌真是做到東西，真的來講，你覺得怎樣呢？我覺得估不到300B、1-300B會出到這樣的。冇錯，就係咁嘅。係呢個係完全，我都出乎意料嘅。出乎意料，即係咁嘅音啱啊！冇錯，係咯。因為我唔會，頭先你見我都冇乜點揀歌過，都係揀歌過過嚟個，我乜都擺落去得㗎。但係你覺得咧？我覺得佢咩類型佢都做到，係啊，佢都做到一定水準出嚟。唔係，我尤其是好中意你呢個 form， 真係好正。